讲话，面面相觑。刚刚不是在讲减肥，不敢讲哦，现在几公斤呐、啊？哎、欸，上一集已经讲过，不要再把那个人家的伤心事拿出来讲。上一集没有讲，上一集没有讲啊。我在这边宣布啊，你宣布啦，从现在开始三个月怎么样？我要瘦到六十公斤。你现在已经六开头啦、啊，你再瘦不好看，你三个在搞你拍六十跟六九这中间是差了九，所以你现在六九就对了。是六九吗？六九你几公分？一五八？没有啦，162好不好？162啊，六十九公斤。没有、啊，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呢，大概是在我们那个十周年的时候，哎、欸，我十五周年的时候、嗯，然后你在台上说，哎、欸，我67公斤，结果马叔叔那时候看着我的眼，他就这样。然后呢，下台以后他就说你67公斤哦。然后结果事隔一个月，你现在69了。靠腰。但这一切都还 不影响我就是要减肥的决心。那你的决心是什么？决心真的 来自于洪家里。看到他们两个人、啊、早就看习惯了。几公斤？是吧？变胖。最近变胖，你刚刚那一个他在臭你，他说我最近变胖几公斤，讲啊，呛出来啊，四开头 是没有没有，我五开头，五开头，人家一七的哦，他一七多，你该不会四开头了吧？别说了，是啊，五公斤哦，五开头，他四开头，你四开头，他国小的体重，我国小的体重，你四开头，对啊，之前他说什么，他49，我说啊，你49，我48，他怎么会这样？我两只大腿就49，你该不会比李白还瘦吧？应该没有吧，我最近有比较瘦吧。哇哇，所以到六，很可怕哎、欸哦！不要一直回到我身上，没关系，我已经发下好雨。你瘦的刺激是什么？瘦刺激那天我看到洪嘉玲，嗯，洪嘉玲没有，洪嘉玲七六六十六七六七啦，还能两六七啊？没有，我跟你说，以前呢，我都觉得说，哎、欸，我们两个站在一起没什么违和感，感觉好像就是有点就是相辅相成。就画面就一样胖没、欸、没有没有，画面还蛮和谐的，就一样胖没、欸。但那天我看他走在我前面，靠，他整个瘦高哎、欸，他没有到瘦，他有高，他没有到瘦高。但是因為他本身高嘛，所以他稍微瘦了以后，他167对不对？168，一六八，更高、哦，他那更高，高就帅，他真的很高，他看起来比你高，你才看起来，你才看起来比他矮的，我是老看起来比他矮，而且因为女生会再穿一点跟嘛，对啊，所以看起来168又高，所以他67。我、哦、那些、啊、没有，我还比他瘦，拍谁？我现在还比他瘦，拍谁？拍谁？我还比他瘦。你受他刺激就对了。没有，我也不是刺激，就觉得啊，这样子画面可能不好看。我是为了观众朋友。因为他现在在喂奶。嘿，我刚才得知，原来喂奶是很好的躺着瘦的方法。可以啊，啊你也可以喂爸比奶也可以啊。啊，你让他吸，让他吸啊！要有东西分泌吧，就让他吸啊！不是刚产出吗？就吸啊！不是吸没有用，就吸啊！重点是会流那个奶吧？啊，你就挤啊！挤什么？挤不出来，要挤什么？因为他现在吃北风哦。我跟你讲，你就等他那个母奶停，就他的直线飙哦，他就回到七，绝对回到七十几了。对，一定会到没有，可能因为他已经有一次经验了嘛，搞不好他第二次他觉得说，哎、欸，要做什么饮食控制会让自己。啊、我知道了，他去你家的时候，你就一直塞他。我有在塞啊！你看他最近他没有来，让他姐来，我一直在塞他姐、啊。一个月后我们再看他姐，啊嗯、他姐已经快70了嘞！哇靠，他姐比嘉玲矮吧？还矮，还矮。对对对，我们的嘉义水烧姐她快70嘞！哇，很恐怖了。你可以而且姐夫哦，那天站上我们家的、那個、零到一百的速度，零站上我们家的那个体重机、啊、哦。零到一百六啊，不，两秒，有哪一台车可以两秒零到一百？再104哎！哇，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体重机是三位数哎、欸，对，第一次看到三位数，好厉害哦、喔！你有看过没看过？零到一百两秒哎、欸，特斯拉！姐夫有想要公布吗？他自己洋洋得意说：“你快快算一个零到一百嘛！”第三，真的很靠背、欸，难怪要开 G 卡，哦是 G 卡才能站在两个吨位重的，两个，你看那一次。攻击两个人，你跟居卡讲，当然有点这样。你说前面在，对对对，有点翘起，前面就翘起来了。哎、欸，我发现我现在不能讲他，我有点心虚。你们可以讲，那等我瘦了以后再说。你发下好雨三个月，对不对？三个月，几公斤？六十，回到六十，六十啊！对对对对，三个月，那一个月要瘦九公斤，三公斤，可以啦，还行吧。正常的减肥、嗯，一个月三公斤还可以啦，可以啦，好啦好啦，我们看你吃啥，再来是十二月啊。10、11、12嘛，对，9、10、11、12，还有九，对啊，九冬天哦，对啊，冬天那个火锅哦，那个姜母鸭，我刚刚听出一个端倪，哦、就是要减肥的话，不要来你家。
关我屁事，你也没有常来我家，你也是一副你胖就是来我家，你也没有来我家，你还不是胖，来你家更难受啊。没有没有，但一直约，每次拍完片就约我们什么吃喝火锅，没有没有没有，正常的晚餐、啊，那只是晚餐。我们录完音就正常晚餐了。好了，赶快下音乐了啦，不代表本台立场来了，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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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来来来来来，欢迎徐翔，那不代表本台立场。第一批五十三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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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看这个漂亮的画面的、嗯、好不好、嗯、可以来我们 YouTube 看啦、啊、没事、嗯、我们就试看看啦、啊哦边录音也边录音啦、欸！我看人那个百灵果龙啊，那样两边流量都吃嘞，两边都吃嘞。我听完后面突然啪一声，你先冲一下。他那边调椅子，调什么？怎样坏掉？是不是？你把我们家椅子坐坏了、欸？我把你们家椅子坐坏了、欸？你们把椅子坐坏了？那一把两三千块椅子，妈坐坏了！你们录音不要录，三万八的椅子坐坏了。他还没有零到一百，你才八十几而已，还是你已经九十了？那天两个八十几啊，八七啊，对。怎样？蔡东汉也想要减肥了，是？我觉得他会瘦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有个决心跟意志力啊。什么？他什么决心跟意志力？他为了什么？找我减肥。你老婆找你减肥？对。啊，真的假的？你老婆找你减肥？因为他现在正好减啊。哦，对啊。对啊，所以我很害怕。他找你运动很难呐、啊，找你运动，运动，运动。现在这个这把年纪运动是不会瘦的啦。对啊，现在没错，现在这把年纪运动只会受伤而已啦，不是不是不会瘦，只会受伤汗吗？确实、啊，你每次约他做什么事，欸、他就受伤。这把年纪运动不会瘦，只会受伤。确实，蔡雅刚2023，还有明眼，没事啦，我们就看嘛。好啦、啊、你也三个月是不是？好，三个月回到月回到七开头，好不好？十一月底验收了，一个人三公，一个人七五，七五，七五，十，他现在八七，你现在八七耶，八七啊，12公斤呢、欸？对啊，所以一个月要4公斤，但他瘦也很快，他每次在瘦都很快、啊。对啊，瘦很快、啊，肌肉量很高，男生瘦很快，那种卖假的啊，卖假的啊，好了，期待一下啦，不能用偏方哦。要健健康康减肥哦，所以之前中之前中偏方吗？像喂奶这种就偏方，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喂的、啊。喂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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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喂小也可以、啊、大量的那个产出你的那个，哎、啊欸，他有试过马甲线 fucking 减肥法，对不对？那代表应该是可以。哎、欸，那叫洪嘉玲也会瘦，也很开心、啊。可以可以，所以一起啊，一起减肥。哦，难怪他约你一起减肥。难怪。然后就回想哦，当年最当年瘦最快的方法，然后瘦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又有线条。对啊 ，fucking 练马甲。对。哦。我不回啊。所以洪现在觉得说不要减肥。洪嘉玲是要这样哦。他说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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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突然觉得不想减肥。突然不，他在一个在揪啊。一个拿着吸，然后就。正常运动，吸引的蛋白质。嗯，对啊，你要每天大量产出，大量产出，然后让它母奶，对对对，的这个原料很充足，嗯，可以喂兔宝、啊。嗯，期待，好了，期待一下啊。对了，那我来，我们进这个，今天是9月5号，对啊，11月底验收啊，11月底验收，嗯，看有没有也菜单框收到75，啊，你要收到60，对、啊，因为那个都有录影嘛，现在都有录影啦，嗯，对不对？52集开始嘛。哦、有看到手了，虽然没有看到脸，但是应该看到手的形状了。是是是，哦，脸应该看不到了、哦、好了，验收一下啦。啊，验收验收。啊，今天不是要聊减肥了？对对对，来啦，今天难得把雅尼Taco找来，哎，哇哇哇，很久没来。我也好久没看到你们了，不是因为开始有录影了，那应该来啊。好，对对对对对，有录影了，开始可以一些人可以出现了，没错没错，可以出现了。嗯，而且今天是聊，哎、欸，不得了，今天我算是没什么话聊了。哦，怎么说？你没念过书？哎、欸，就是不是地狱梗？哎、欸，不是地狱，怎样？什么东西？你不要，怎样、啊？你不要又上新闻？没有，不要笑。我是在笑刚刚，我没有话聊，那个默契。没事，没事、嗯，这集本来应该是大概7、8月就要录了。哦，对，
毕业季的时候，一直拖拖拖拖拖拖到开学了，都开学了，也太久了吧？就选填完志愿了，给下一个年级的毕业季、也可以啦，因为这个可能有些同学哦，新生入学。还是说这个有准备要转系转学的？对对对，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是、哦、啊，我今天是没怎么资格聊啦。不会啊，哎、哦欸，你是硕士哎、欸，我是文化的呢、欸，你是硕士、啊，硕士哎。我再重申一次，我从东吴大学学历洗到文化大学呢，我往下洗啊。表示你是认真读书，你是为了讀書我知道海拔往上洗啊。你没有延毕耶、欸啊？对吧？你没有延毕、啊，没有延毕啊？对啊，你是硕士，社工系读到延毕什么东西？有啊，社工系不可能，周围有 很难读到岩壁，龅牙壁又岩壁，龅壁是为了打球岩壁，是有目标的，好有目标的，他是为了跟他的球友们再打一年球，再打一年的大色牌。哦，对对对，没错。哎、欸，你这个今天的座位编排，我觉得有点心机。哦，怎么说？你是不是从这边画一个线？这边是国立的，对啊，这边是国立的、啊，这边是私立，没有啊，这边国立，那这边国立异业，异业，对啊，这边私立，这边是私立的，这边就是私立的，好，到底国立异业还是私立毕业比较好呢？来辩论这样，不用又要来，就是国立啊，就是国立啊，可是没念完呢、欸，哎、欸，你有没有拿到异业证书？有啊，还有英文版、中英文版都有。那你的履历，比如说你会写我是啊、是国立某某国立大学，然后异业这样吗？要看情况。不是、啊，因为你就算你比如说念三年没有写完入伍，你也是肄业。那、啊、你像你是修了一堂课而已，对对对对，然后那一堂课也被当掉，对，然后也是肄业。啊，不，我那堂课有过，有过就过，对，就三学分。然后还有品性有过，半第一学期上学品性，品性才重要哎，得打个分数。他只去一堂课，有什么要打品性的？哎，这个肄业证书我会看情况要不要拿出来。拿出来的关键是在，比方说，哦，我那个科系，就是如果都很多学长姐的话，我就会拿出来说，哎，我也是这个科系的、哦、这样子，在职场上遇到，哎，对对对，我也是这个这个大学的、哦，你是那个谁谁谁毕业啊，我也是，你几届的？哦，啊，如果遇到东吴的，哎，我也东吴的、啊对对对对，就可以这样子。哎，我像文化这个学长姐最多，学长学弟妹超多，对，没错，文化超多，超多，会文化的，真的很多，这时候很骄傲哎，会文化的，对，没错、而且很多老学长，对对，而且因为文化是很久，对，那种老长官的很多都是文化毕业的，没错没错，那种社福界还是什么那种劳工界的，对对对，你又是走劳动的劳工那边，很多都学很多、文化的呢，哎，学弟啊，就会在那边开始讲起来了，对对对，好了，今天要聊一下，好不好？学生时期啦、给我们这些孩子们一些建议啦。对啊，是是，因为这个包括选填志愿啦，对吧？然后到这个进入这个，比如进入大学，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之后，是的，要怎么在学生时期好好准备，然后迈向下一个，不管是升学，还是这个要就业，你在学生时期到底要准备些什么？以后你才有出路啊，你才能够把自己武装得很好，去面对这个社会啊。哇，那么严肃是吗？这样我觉得我真的没话聊。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没有话聊，我没话聊。因为我们上一集这个大陆问世，有学生才来问嘛，是啊，读书就没有用啊，好汗颜。然后我们又下那个。都要找他们，所有要找的是国立的来啊，怎么考上国立的嘛？就国立现在越听越心虚，对啊，你看手心有没有发汗？你至少你搞了个国立大学毕业嘛？我们应该先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对 对，我们介绍一下，来，我们这一个里边最高学历。哦，台湾体育大学，国立要好要呛出来啊！国立台湾体育大學，哎呦，掌声啊！掌声啊！什么系？什么系？运动管理啊！运动管理，哎、他们学长姐有很多，现在都是在那种运动界当经纪人，是不是？对对对对，运动经纪、啊，真的、哦，对对对，真假？听说那个戴资颖啦，不是他、包括这个陈伟英呐、那是选手，他们的经纪人、啊，经纪人啦、啊，我们他们的经纪人是谁、啊，就呛啊，就呛出来啊。没有，但那个公司吧，应该大家都知道汉创 啊，对 对，包括对大谷翔平也是嘛，大谷翔平有没有什么打出第四次全垒打？下面那个记者会的时候，他旁边那里就是你学长啊？什么东西啊？哦，真的、啊？真的、啊？不是，应该是大都会台湾日，你知道吗？哎，是我们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干部，对不对？伟恩，伟恩哥，嘿，怎样？对，他算是我们这个台湾日在大联盟重要的推手，没错，也是你学长啊。是吗？是啊，是吧？是啦，是啦，不然呢、欸？是啦，不然今天是啦，我不知道、要么台体，要么北体，对啊，国体，要么国体嘛。那你是到底什么体？台
台体在台嘉义中，嗯，哦，在台中，啊，那嘉义的是，哎，那是嘉义分部，台体的嘉义分部，啊，国体在桃园，啊，桃园，桃园，啊，北体在台北，天母，啊，对对对，哎，他是不是现在变台北大学？对，台北私立大学，哦，台北私立大学啊，嗯，已经变成体院了，升级，哎，当年你考几分？什么？我考几分？国音数哦，呛出来。国音、国文都顶的，对不对？对，国文好像六十几。他默默讲对，对，哎，他没有犹豫。你不要讲六十几，你就讲顶的，都顶的，就是顶的。哎，那数学，我数学考96，哎，数学96，太顶了，太顶了。数学，数甲还是数乙？数甲好像六十几，数乙九十六。你还要考数甲？对，你为什么考数甲？考看看啊。数学好吗？数学好啊，你很强，你学霸呢？没有，就喜欢数学而已。一定要比较一下，他数甲六十几，数乙九十几，九十几，数甲没考，我数乙14分。是不是有个落差？要比较才知道。有，难怪你掉到东吴嘛。我觉得才96哦，哎，很高分，只错一题，还好倒扣吧，所以就变少了4分。难怪那么斤斤计较，对，很会算计别人。刚你没有提到倒扣，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不能乱写的。对啊，会倒扣。现在也是，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倒扣了。现在不知道，现在不一样，不一样吗？对，不一样，不用倒扣了吗？对啊。现在不是一样有学测，然后一样有指考，七月。可是有没有那个倒扣制度就不确定，就不知道。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加加减减，你瞎猜，最后还可能是负分哦。对对对对，会变零分的，不能不会负啦，会到零分啦，所以不能瞎猜的。对啊，不能瞎猜的。有吧？现在应该还是有倒扣啦。不知道哎。知道好像二月学测没有扣倒扣，所以那时候大家乱猜，对对对，没错。但指考就很可怕，就会倒扣。那你还可以96，好猛哦，很厉害呢，数学小天后。厉害厉害，我只读是数学。他是三个顶的，还是上国那个台体而已？因为我填啊，就是我填我那时候哎，只填我喜欢的。他想在家里附近，他那时候讲过。哎，慢慢聊，慢慢聊。我们先呛呛学历啊，接下来应该是来来来，应该是 Taco， 先 Taco， 先 Taco， 先 Taco。我吗？来来，学历呛出来。我就是刚刚那个在天母的台北私立大学。没有，你还呛国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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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他是私立啊。但你念的时候是？我进去的时候刚好是他合并变成台北私立大学的时候的第一年。啊，那是很亏。没有，是赚到。为什么？因为原本是体院，国立体院。哦哦哦！国立台北体院是跟那个城区部那个并在一起，对，博爱校区在那个，反正就是合并。以前有一个师院也在那里，对，哦，所以整个变成一个台北市立大学，对，嗯，哦，是市立大学，什么是以前的事情都呛出来，运动艺术系，哦，沙小沙小沙小，你的学长姐有很多在看呛呀，运术系，运动艺术系，动艺系。动艺系哦，不是运术系啊，运动艺术系啊，念动运系。他以前是动态艺术系，后来变运动艺术系。等一下，这差很多哎。动态艺术感觉就比较艺术嘛，然后是一些动态，比如说我猜啦，哎，动态现代舞吗？现代跟我想的一样，可能有些动画啊，对不对？哎，没有，体院怎么会有卖就有动画的？我们都靠体力。我们猜一下运动艺术在干嘛了？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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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的艺术，人体裸奔。我们有四个，我们有四个组，接近涂鸦那个大长网路街头涂鸦，那是我蛮喜欢的。动态的艺术没有，运动的艺术啊，运动的艺术，你猜一个运动艺术语又出入在干嘛了？我不知道哎，完全没有。你说人体裸奔很接近，人体裸奔，人体彩，人体寿司，没有，那那个戏我应该去读才对。人体寿司，当寿司的部分，对啊，要很有艺术，运动艺术。为什么裸奔会接近啊？因为我们还是人体接近啊。对啊，因为我们的印象，运动就是体育类嘛，球类啊，还是就一些，就是一些奥运、亚运的比赛项目，很累，然后但是又结合艺术的东西，又很累，但又结合艺术，扯铃，叠杯，叠的很有艺术，扯铃是隔壁系的，彩带，书法是什么？边弄头发用书法啊？完全，你猜一个，这个正大的猜一个，舞蹈跳舞。哪那么无聊？有是不是？有是真的。
为什么？因为刚刚你不就讲现代舞了吗？对，但是现代舞是在舞蹈系，然后我们这个系的舞蹈是街舞。哦哦，那么稀，所以是那些归不进去的，对对，一些回收类的，现代芭蕾什么爵士，现代芭蕾，以前印象中那种的穿硬鞋或者是舞衣的那种，在舞蹈系，对，我们这边是街舞组。哦，街舞组 breaking 啊，对对对，又分很多很多。哦，那你会，你来一下。我有，你来一下。我是街舞组的。那你什么组？哦，你们有分组是吗？我们有分组，道具组的组，我们有四个组。啊，那哪四个？来四个，四个。我们是街舞组，街舞组，模特组，模特组，走秀，黑人马斯哦。原来如此。忘了。狮鼓艺组。啊，就是舞龙舞狮，舞龙舞狮，舞龙舞狮，这不是应该是民族什么戏？然后还有一个是特技舞蹈，特技舞蹈有啦啦队或者啦啦舞，或者是那种人体叠罗汉那种都有，专长不一样，看你进来是什么。太帅了吧！哇哦，哎，那你们是要考术科的吗？要考术科哦。以前还有一个是公关主持，但是后来因为公关主持收掉了。那你们学校是全部都要考术科吗？还是有分？这我不确定哎，真的。所以你进去就开始走秀，你一进面试就开始走秀，你是模特组就开始。对，我是模特组，考门一打开就开始在那边走秀。那你们同学会不会一言不合就开始走台步？不会，我已经走到不想走，想把高跟鞋鞋跟凹短。然后竞技组一言不合就开始空中翻滚。哎，那你们人如果不够多怎么办？比如说竞技的竞技啦啦队一定要至少好几个人嘛？对，所以我们是专长课是一年级到四年级一起上课。哦，了解，专长就是比如说街舞组大一到大四全部一起上，对，模特组大一到大四全部一起上。哦，那合理，那合理，不然就人没那么多啊。你们一般几个？一般三十个吧。对啊，三十个，你要会陆续的退学休学，越来越少。毕业大四剩拍毕业照剩几个？二几个吧，那还行啦，刷了十个，对，还行。毕业照老师比那个同学还多，越来越少。没有，因为你们班你年纪那么大，没有那种老师啦。同学是三个，没有刷掉几个，然后学长姐会几个递补下来，也被留给延毕了。是哦，运动艺术啊，哦 ，OK。那当模特组以后出去就是要去模特了吗？当时你在不会，那他跑来大萝卜了。他曾经有做过，但是慢慢聊嘛。我们今天还在呛学历，还在呛学历，我们还在自，我们现在只还在自我介绍呛学历。他那个好想让人家挖下去哦。啊，好吧，来来，接下来应该就是哎，没有，哎，怎样怎样怎样？注意，肄业的先讲。我不能讲我的吧？这掉出来档案。肄业的啊，真的吗？对啊，我不能讲你的，因为我们人太少。来，呛出来，呛，要讲最高。学历最高，最高，你只有博士肄业是？讲是一个美国的大学，你们讲屏东女中，我是没想，还国小来接，国小关我屁事，还真的要讲，最高学历，就是国立政治大学的传播所。哇，哦，哎，这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因为我们认识了一个朋友。就是那个，我有个很优秀的朋友，是，他是念名字讲，叫我把他名字讲出来，但是记得逼掉。你那就不要讲出来，你不要造成他口困扰，还要特地帮你逼。我想说，然后现在又有影片，我想说你们很想知道，你们眼神很想知道。OK， 其实我们知道，他当时就是北一，然后进台大，北一。对，就北一女毕业，然后后来进台大，然后她非常想去念政大的传播所，可是考不上，北一考不上台大了，对，她后来去念了四星广电，那你是四星，对，洗到政大，你不是说洗，她是台大洗到四星，就考不上，没办法，哇，哎，很优秀，对，优秀，你得好好分享你怎么洗的。我洗不上去啊！我用面试，我没有考试啊！好呀，我靠，我靠，怎样？你要说先整形？难怪他就没整。你讲话小心，你讲话小心。没事。你讲话小心。我最爱吃这个飞航模式了，我都靠飞航模式一夜好眠。烦死了。没事，好了，那我你呛一下你的吗？我不用啦。哦，你我最高学历目前完成就是东吴大学啊。那我呛一下，哎，蔡宗翰是东吴大学
社工研究所，嗯，社研所简称，社研所不是研社所，社研所，怎样啦？不是嘛？我们这一集就是要念给学生听的，然后你一直讲这十八禁，那到底是要怎么定义？他忍不住，对呀、啊。所以告诉我剪，我要以后要你要造成人家困扰嘛？你音档一剪，阿伦影片就麻烦，我们就尽量不要动音档。你现在就小看这些小朋友，那小朋友一定会开始说，一定有在颜色，你颜色锁了、啊，这样不是有可能会有国小嘛？啊，对对对、嗯、对，然后、啊、国小听不懂啊，对啊。哦，是吗？对啊，你不要担心那么多。那高中再听就好，那我高中可以颜色可以啊，高中他都设几次？对啊，你敢否认？他没有否认，他没有否认，他不能否认，他没有否认。好了，呛你的学历、啊，我要怎么呛了？你呛一下。来，我们是这个，嗯，位在我们的嗯草山阳明山上，草山也未免。不用打广告，在我们这个阳德大道一路上去，我们的嗯，算是我们这个全台湾海拔第三高的，啊、第三是是、啊、第三高而已、啊，我还以为海拔第三，我们的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福利。研究所的硕士班第一届第一位毕业的蔡伟嘉同学，谢谢、哦。哇，第一届第一位耶！第一届第一位，我的那个毕业证书上面打0001。哇靠！历史留名。哇靠！历史留名。你是为了这个蛮嚣张的。没有，因为我们之前是儿福所，你记得吗？中文化大学是儿童福利所、哦，对对对。然后我们那一届开始改成社会福利所。哦、oh, ，所以你是0001，对我第一个毕业的，哇哦，第一个，哇哦，第一个修完学分，然后赶快写完论文，然后赶快提 final， 那赶快去交那个 OK， 我还是国土登记，第一个0001，因为去念文化通常不会那么认真，你赶快写完论文，我只是不想上山的，我再也不想骑摩托车上山，太远了，风有多大，你知道吗？很恐怖，那个上课一半，云都飘进来，哦，真的、啊，真的，你说飘进教室里面吗？这很浮夸、欸。我们在山下往山上看，是不是云就会飘在那里？对。然后我们本来天气好，会看到文化大学的教室在上面嘛。对对。啊，你有时候不是冬天还是雾比较大，你会看到云被云笼罩。那个山这样盖起来，教室里全部都是云啊！你以为失火？你知道？伸手不见五指这样。真的啦。教室啊，怎么上课？不是你们在教室抽烟？那你是烤肉，要是烤肉，真的云那个飘进来，哇，真的很高呢、欸。因为我们硕士是后来才去念的，然后在大学那种大学上去的，就哎、欸、见怪不怪哦。还有云哦、喔，今天有点冷哦、喔。然后你看，如果特别冷，风特别大，然后缺席率特别高、哦，大家都不想去上山，很恐怖啊。哦、那要准时毕业很难呢、欸，很难的、啊。对，不会不会，赶紧那个再也不要上课了，赶快够冷的。然后那个后山，那个我都把它停在后山，就、哦、是你们看夜景那里嘛。哦，看夜景。然后那个有人在卖那个烤香肠、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是不是要骑一个陡坡上去？没错。然后你有冬天去过吗？没有。啪啪啪啪啪啪，这样风很大。啪啪啪啪啪，你们吹倒了，啪啪啪啪啪啪，很恐怖哎、欸。哦。然后我们一条路叫伞种。伞种，哦，丢它丢伞的，对对对，整条路全部都是那种歪七扭八的伞，赶快去那边回收骨架，真的啦，真的很恐怖啦。哇，那下次你带李北回去回味一下，不用回味，没什么好，没什么好味，他只会带我去吃面而已。对，我们去吃那个牛肉干拌面，哎，那间好。好，来来来，今天这个文化不用讲太多，国力才是重点，好不好？真的哎、欸，今天国力的才是重点，就我们都不要抢他们时间。哎，是，对，如果说我们再重回二三十年，我们好好学习人家一下。来啦，第一个。啦，嘿，怎么考上国立大学？对，怎么考到顶呢、啊？怎么考上国立大学？而且、有没有那什么交男朋友？没有啊。不是的，尴尬。哦，你被国中就交了，然后高中也继续交啊。这告诉我们，交不交男朋友跟考好不好是两码子的事情啊。对，对啊，李北见证给我们看呢、欸。没有、啊，有你有去呛你爸吗？没有、啊。哎、欸，但是搞不好人家搞不好是台大的，对不对？你说什么？如果没有交男朋友，搞不好台大的。哦，你觉得呢？你觉得呢？没有，其实我那个弱点分析很几好几个台大的科系啊，真的哦、啊，因为你三个都顶的、啊，我只要选数学乘以二的，就很容易上好学校哦，因为你数学很好，对啊，96分哎，那你刚好不去念商的啊，就不想念，后悔了吧？对、啊，现在突然觉得念商还不错，对、啊，因为96你随便数学加成上就不得 了，因为以前可以选学校，有学校是什么数学乘以二，英文乘以二，没错，我只要选数学乘以二的学校，我都可以上很好的。那到底干嘛不去？
我也不知道哎、欸、啊，那时候都会看棒球啊，我就想说我要去念那个。哇，你这样太傻了！因为九十六真的很高了，他是对啊，他已经吊打一群文主人了。他心心念念就想要当蔡仲仁的经纪人，没错没错。殊不知他后来跑到南华当教练，是炸炸要去南华了。我从国中、高中只要一放学都在看棒球，所以我就觉得我以后要去职棒工作，找一个体育相关，找一个体育相关的。所以你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填了台体。对啊，台体啊，嗯，就这样。对啊，我爸快杀死我。那你那时候你、欸、那个你爸有没有叫你填什么、嗯嗯、有啊有啊，因为那落点分出来老师他们也都会跟爸爸妈妈讨论。对啊，然后但我就不想再念商的。所以那时候出来是什么、嗯、经济系。经济啊，国贸啊，哦，那种的，那种的，对啊，对，因为你感觉很老，会计应该也上得了啊。我忘记有没有，还是会计，我根本没有填。我爸反正就是很多都是经济国贸，经济国贸，就那一些，因为那个基本文组就一定会先填企业管理，对对对，企业管理那类的，对啊，对，很多很多。那你就有点小反骨这样啊？对，我觉得也没有反骨，反正那时候我就一心就是很想要去。体育类的工作，那其实是应该得偿所望，得偿所望，对吧？他们不懂 啊，对他们已经不懂，只是太久了。你们得偿所啊，没事没事，真的有担忧了。你有拍他们拍到他们那个恍神的脸吗？你知道吧？我只是已经有十五年的代沟了，没事。只有30岁、35岁以上说得偿所，对，不要显老了。好，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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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何年何月的场所王，的场所王，的场所王。再讲就尬了、嗯。但你后来是有去实习，是有去球团，对不对？没有，我就是反正有在体育类实习啦。结果也没去职棒，你知道吗？没有啊，哎、欸，没有。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其实职棒不收很少女生的。哦，因为我们有接触，就有学长进去啊，他们很少收女生，嗯、因为女生不能进到投手丘。对啊，对啊，对啊，不能踏上去啦。对，不是投球、嗯，是那个休息室那边都不行。以前吧，嗯、现在应该就可以了啦。就是以前是，就是我们念书那个，在那个草创时期，中华职棒在草创，没草创，草创啊，还有一些迷信，已经过，我们已经过草创了。就像我们很多学姐他们去念那个防护员，嗯，但都不能啊，都不行啊。防护员是，我们那个年代是纳鲁湾的年代、啊，对耶，你在纳鲁湾吗？对啊，太阳啊 ，My God 啊，太阳雷公，对哦、金刚，可是我没有在追。棒球、哦啊嗯啊、他们追篮球了、嗯、追篮球郑志龙那个年代对啊郑志龙他太久我那个年代你说郑和下西洋然后他爸郑志龙东方介德我那个年代东方介德是我们东吴大学的体育老师、欸、他是我体育老师他有教我打篮球李圣杰我的学长、欸啊、对对你有遇过他有打网球、啊、他真的喜欢在那边打网球想用一辈子没有他是没有所以真的以前就这样，真的，他没有偏打。不是他，他红了之后还是会回来打，他红很久了嘛。以前我们那种学校的那种小那种中，他中中文系的嘛，我记得，那种中文系的晚会，他会出来唱歌，哇，好酷哦！但那时候他还没有那么红，嗯、也没有那么讨人厌。人家都已经红了，人家前几不是他痴心绝对，啊、对对对吧？他后来现在人也红，对对，他那时候是歌红人不红，所以他还是会回来打网球。他说：“那谁，那谁，我觉得痴心绝对那一个啊，对对对，谁？李杰胜啊，以前还有个李杰胜，以前还有个李杰胜，所以讲痴心绝对就知道，痴心绝对那个学长啊，喝拉铁的那个，想用一杯拉铁把你灌醉。哎，你现在回去人家会说，哎，那个蔡阿嘎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哎，那个日本岩上那个，对对对，现在回去的。”现在有了嘞！现在走到路上，哎、欸，那个擦嘎谁？日本那个哦，我们那天真的遇到哎、欸，然后我跟周汉两个就嗯，我们在前两年，或是哎、欸，那个就那个被打那个，对吧？为什么都负面的？有上次会记得，没有像阿姨要看新闻的，哎、欸，被打那个哦，就知道那个有人有在追嘛？阿美在追，在看新闻嘛？阿伯说哦，那是那个哦，罗斯峰兵啊，对对对，年纪比较大会这样，哎、欸，对，好啦好啦，然后嘞。然后嘞，嗯，没有，然后就上就李梅的梦，因为那个民俗的莫名其妙的禁忌，反正后来也有实习什么，就发现哦，也体育也不好走啦，对啊，就没有再去那边工作、嗯。哦，所以你在实习的时候已经打破了你的从小的憧憬，对，就觉得体育这条路不是你想的那样，嗯，
不能跟球员干嘛、完蛋了，也不会也是不能干嘛吗？没有，是太多，不能讲。哎呦，为什么不能讲？为什么不能讲？都过了、啊，为了皇城之内的和气、啊，都过了、啊，可以讲吗？可以讲啊，朋友们，你讲讲看啊。以前的好几再剪掉、啊，那是十年前，那以前的事啊。你有没有讲是某哪个球员，他是哪个球团？对，以前球哦。因为球团可能那个企业也换人了、哦、对对对 对, 对啊，你现在讲无所谓啊，没有，就是以前的球队里面的风气不太好 哦, 哦，你说还在迁都那时候嘛，啊 还有啊，还有那个淫乱，对，因为可以这样讲吗？大家可以讲乱搞啊，哦对啊，你新闻都出来、谁跟谁要乱搞 啊, 对啊，然后有一些迁都什么、那个年代，那个是快二十年啦，十几，这在你几岁？我十几年前毕业的啊。Oh, okay, OK， 对啊，对啊，对了，十几年前，十几二十年前啦，应该是我刚好遇到最不好的那个，哦、对，就我要毕业的时候是那个最不好的那个时间，哦，黑象事件那时候啦，是的，是的，那时候最黑那时候、啊嗯，整个中华职棒一团乱，对、啊。然后那时候是那个，那个什么，米迪亚。Hey, 米迪亚那时候也是嘛，很多、很乱那时候、对，那时候是很乱的、对，就是进去之后接触到很多，就发现哇，跟以前小时候在看棒球都不一样，帅帅的球星在那边认真打球，对对对对，那么敢啊，对啊，然后就 哦，好吧，小小破灭了，怎么办？练了四年，结果志愿跟你要出来工作，发现你当初的志愿跟你工作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蛋，今天怎么分享？怎么分享？我觉得很多人都不是做你自己的本科系啊。哦，对啊，太多了。那这四年你有学到什么？身体变得不错，这比较重要。酒会喝是不是？对，酒很会喝。大家都知道体院都在喝酒吧？对，是真的吗？是吧？你们会吗？我是没有在喝。当 model 那怎么走路歪七扭八了，还给我七星步哦，顶在头上。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大一刚进去，然后去到研究所的那个学长的，因为我们大家高大学生都是很多人住一个。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然后但是研究所学长可以两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哦，然后就大一刚进去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垒球社的经理。哦，累精了，对对对对对，累精了。然后去，然后就去到那个大学长的那个房间，然后一打开，用那个啤酒罐组成了一面墙，是喝完的还是壁纸？喝完的壁纸，这样壁纸的概念就哦，就是他的丰功伟业，我从大一然后喝到现在，然后一整面墙，对对对，那罐头塔就哦，两个大哥死掉，你们全部都罐头塔，很夸张哎，用罐头塔。其实好像体育院有分。考术科的跟考学科的，就一般生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一般生，我们这个科系是一般生，所以是靠学科进去的，所以成绩都是很好的，都不错啦。因为我的朋友他们的高中都不错，嘿，哦，都是这分都是在地的，比如说第一女中，对，主女中，台中女中，台中女中，对，都是要一定的 level 才可以进得了。就是我们这边是学科，然后那时候学校帮我们分开。就是术科的是在台中，然后学科的概念，对，然后学科的就在嘉义，所以我们嘉义很少人哦。会读书的在嘉义，但还是在喝酒。啊，没有，因为那时候有留了两届体院，就是体育系的学长，就他们带着大家，对啦，所以那嘉义不更长，对，但有到有遇到那些学长的之后，到我们这一届最后一届了，然后他们后来好像也都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就是变得认真读书那种了。没有啤酒强了，没有啤酒强，难怪后来分部就收掉了，无聊嘛，无聊，无聊，那里真的太无聊，对，无聊嘛，太没有趣。嘉义县政府旁边那个校区嘛，对啊，荒凉嘛，哦，真的，联谊没得联谊，只能没有没有，哎，你知道联谊，然后听到说体院的都没有人要跟你们联谊，因为男生有都男的，对不对？会有个既定印象，没有，知道都体院的男生，然后就超多那种护校的什么来报名，对，哦，然后合理合理，对对对对，啊，就嘉义崇仁护校啦，那长庚也在旁边，长庚啊，长庚啊，对对对，然后人家说人家体院的女生，哎，没有人，想象体院的女生，我就挺想到郭敬淳而已啊，很漂亮，很漂亮，体中女神，很棒。对啊，哪想得到，对不对？对对对，是不是？也是大学四年没联谊过，你要好险，人家四年没联谊过，你的大学又交男朋友，讲了一副他大学都单身一样。说的也是，大学不知道换了几个，哪有？几年两个嘛，狗哥嘛，哥啊，
是不用讲，狗哥真的很常出现的。大学狗哥嘛，需要跳街舞的，街舞组，街舞的，就有没有影片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我们要开始慢慢消费到前男友的部分，已经快没人可以消费。欸、你在看在查了，你在查狗哥空格街舞是不是？没有，真的没有。那应该 Google 不到，那太久了。搞不好现在狗哥都秃头了，太久太久。不是、啊，那聊一下，到底学到了有没有学到什么？大学四年，对你往后的职涯没有。我靠北！好，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我玩得很快乐啊！快点补充，有啦，你交到一群好朋友了。对啊，好朋友，对 对人脉。哎，对，第一课，上大学第一课人脉，对不对？人脉，人脉，没错，学长姐，然后好朋友，有帮助到了什么？没有帮助到了就是结婚啊，环岛挑战啊，啊，对，需要的时候朋友都会出现，重要。环岛挑战四级没有人，拜托大家了，好、哦，大家都来了，因为大家都体验的啊，对对对，好朋友，都很有体力，要环岛 OK 没有问题，可以可以可以，对。然后那个什么什么结婚的时候要跳舞的，来来全部都来跳，然后要当那个伴娘，然后要什么关卡，来来全部都来。那时候全部都被住在宿舍里面，哦、所以我们好像感情会比较好一点，会相较之下好一点。对，我们就住宿了四年，因为24小时都在一起，对，同甘共苦，上课然后生活也在一起，一定会比较好一点。是是是，大概是这样。没有，就真的没学到。惨惨了，你这样叫你们学校怎么有台阶下？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赶快赶快，来来来，完蛋了，完蛋了。而且怎样？他怎么考上国立？就是靠国英数去考的。哦，对，这很重要。哎，那怎么准备？怎么准备？可以分享一下吧。现在国高中生、国英数怎么准备很难 哦。但我不太知道现在的考试制度，但我们那时候的制度就是这样，就是会挑科看啊，所以你就可以挑你在行的那个科，那个科目去努力就好了，就好了。啊，不会的就放掉算了。对啊，我不会的就放掉，反正他们也不看。啊，没有，但是所以你看有人数学趴着睡觉，喂喂。啊，数学课都睡觉，啊，你爸讲啊，都放掉了。您爸要冲这个公民的啦。我是觉得公民的学校比较少。对，你真的要去看学校，但是国英数几乎是所有学校都会挑啊。对，那对，所以最难就国英数。对啊，然后我要冲历史，要被这户口的啦。你不要这么说，我历史90几分呢、欸。呀、yeah, 啊，就是文组，就是文组的，而且好险，东吴看5科，5科，东吴是看5科的。平均，但是我英文其实以前没有很好，我英文是很差很差的，但我就去那种考前冲刺班，然后老师就给我们厚厚的一本，就那些考古题，叫我们把它全部做完，我就真的把它全部做完，大概花了2个月吧，然后有出一题一模一样的，就那个题组，然后30几分，我就拿那30几分。那你英文考了几分？好像40-50分、啊，你英文才40分就了，但是英文的其实英文的顶差不多是这样、哦，真的、哦，真的，真的，真的，三十几是军标，那多到底多烂了、啊？国英差不多50-60分到扣啊，因为30几是军标，然后我记得40-50，因为我只要拿了那个题组就有军标了，然后再加上我原本的一点点，然后就40-50分了、是哦，就是，所以你是放掉。地理历史，地理跟历史，我地理历史放掉，我2科加起来不到50分呢、欸。这么烂 哦，真的是，我的策略是对，我地理历史2科都80-90、欸，我2科加起来不到50。哇靠！难怪我们一集要你有没有爱台湾那个爱台湾那一个那个小知识那一集，你好烂哦，不行，哎、欸，但是这国英数3科好，地理历史放掉没关系，要不然你就是要都50-60分这样，就平均，哦、平均对，那就挑那种6科都看的学校。对啊，对啊，你看我1个14分就整个下来嘞、欸。连救都没得救数学14分整个下来哦，对，如果你只要挑其他、哦、有看到数学的就糟糕了、啊、所以我们是东吴得就是平均、啊、平均，因为我国文平均很平均，就会在东吴，对，我的国文跟英文也都50-60分，但是我地理历史特高、哦、就80-90分，可是我数学14分就整个下来哦啊，我是英文然后蹦然后20几分的蹦，20几分真的是蹦，对，蹦英文拿到20几很难、欸、可是你数学很高，对，数学高、然后就被平均了，然后立那个地理历史还有中上，然后 就平均，所以我们是我们是平均组的，平均的平均就会在东吴，平均平均组的，平均起来至少会在平均哦、啊、是，你平均起来没有在平均就下去了，对对对、你就上山了，你就上阳明山，所以
可想而知，我们这些平均的比我们好的就要再往上，对吧？对对对对，你有什么很顶的？几个很顶的？嗯，那私立的，我们在私立的嘞，私立的怎么样？以前你的学校，我曾经也很想去念私立，那时候在那个城区的那个叫什么市北市师，北师大，北师师，北师大，叫什么师院？什么师范？师范？师范大学。不是，他不是师范大学，他是什么什么师院还是什么？无所谓 ，OK。对啊，反正就是另外一边就是当老师的啦。他里面有一个科系是什么气象什么什么系，那时候我很有兴趣。等下你是我想象当人力与主播是不是？结果发现啊靠，要他二类还三类？对，而且他的那个分数蛮高的。对，来来来，分享一下你是哪几科强才可以考上？我是国文前标。前标还顶标，我忘记了，我好像满分是15还是16几分？哦，你是你 是那个学测就上的、我们是积分，对对，学测。然后我国文是前标，英文均标，然后数学连后标都没有。这样也、这样也可以上国立私立、因为我们还有数科啊，他们有数科，有数科。然后社会好像也是均标还是 前标吧，就是国文跟社会是比较前面，然后英文中间，然后数学很后面。哦，但是有数科的加成。对对对，像那个 G 卡姐夫，他也是数科王吗？他跟我同一个学校，但是他是台中校区，他是靠数科进去的。对，数科、而且现在繁星啊、多元啊，数科也有时候会靠数科冲到很前面、对，他数科进去，但转系就来我们系上了。我可以借问一下，他的数科是？没有，就是他有一个啊，有什么跑步啊，他是统一一起考的。花钱？没有，我现在是数科，我现在看不出来主菜。没有没有，他是统一一起考的吧？数科、体育数科，对啊，体育数科、我们又不一样哦，你们又不一样，对，因为我们是等于说我们要考才艺表演哦，才艺表演，所以你高中就要去练一些才艺咯，没耍花枪啊，空中瑜伽、之类的，那我们可以表演耍嘴皮子。他也会看那个啦，很捧场、杨雅妮很捧场哎、他们表情太好笑了，耍嘴皮子。前面公关主持组的话，真的会需要就是耍嘴皮子，然后耍嘴皮。口才啊，口才！很多歌手唱歌之前不是就会在耍嘴皮子？不是要让你声带放松好吗？不是让嘴皮这样，是要声带放，不是让你嘴皮放松，你声带会放松。所以我们是学科学测跟数科都要考哦所以你们那一届就是学测了，就没有在后面的指考。要考那个系的话，只能用学测成绩。指考就没有了，就没有了，他只有第一阶段收前面的，就是前面学测成绩加数科成绩，然后你上了就上了，没有就没有。哦，那也蛮好的。他七月没再招生，对对，他只有招一次而已。所以你看体育院是不一样的哦，这边是有靠那个学科，国英数很高就可以考上的，对。然后他就放掉一些他不擅长的，然后这边是有其中几个弱没关系，他用数科去补上去的，对，所以你学生可以不用强求，对，你什么都强，对不对？有同学真的是。学科非常非常烂，但他考上了，因为他学科数科很强。稍微稍微，妈的，大哥，同学教练，一人分饰四角。来来来来，我现在的魔法费玉清了，数科超强。G 卡姐夫应该也是，我现在是看不出来他的数科。他没有，他是考那个大家一起考的那个体育数科。那体育数科项目是什么？是类似体适能吗？对对，体适能啊，跳高、跳远。所以现在看不出来了，因为体重。对啊，对对，他以前没那么胖，他以前没那么胖。体育人就是要没运动，一定体重就会冲上来，是一定的。哦，他是综合的就对了，什么都有。没有，像我们台中校区几乎是以体育分数为主。哦，了解。对，所以他们体育只要那个大家一起考的那个体育数科的分数高，就很容易上。哦。然后你进去之后再来选科系。哦，那真的是体院呢，对对对，会跑步的啊，或者什么的，都可以，都可以，反正进去就是认识人脉就对了。对啊，然后他那时候好像是跟就进去之后就跟教授很好什么的，然后就转系，然后就转来我们这边。哦，跟教授很好，对，就变念书念书了。他跟我讲的，跟教授一起喝酒，喝到可以转系，还是把教授灌醉，然后就逼他签名。你是不要乱讲话，害你们是堂台体啊！真的没工作呀？没有考啦，不知道啦。啊，十几年前啦，教授退休了，对，教授退休了。那你那时候目标就是这一间的吗？就是北体的吗？我那时候选填志愿，原本有想考北艺大跟北体，是哦，原本就是北艺大、北体跟台艺大吧。
原本是这三个、哦、就这类的，就这类的离家近是不是、哦、台北离不开台北没有离家近啊没有离家近 啊, 啊有啊 北大在关渡、哦、北大关渡嘛啊啊国体北体也很近北体在天母一玩、啊、就离不开士林北投对不对对对对我从幼稚园到大学毕业我没有离开过那个士林北投的经历，哦，是北人对，对，然后工作现在又在北投，烦不烦呢、啊？多不想问一下男朋友现在是哪里人？啊、男朋友人浪漫杰瑞是哪里人？浪漫杰瑞新义那边要搬了，要叫他搬，回来就不嫁、哦，要来台北。你没有搬到市北区，我们是不嫁。你刚刚讲说我不离开这里的、哦，新义区。嗯，新一区哪有我们市北区好？没有，新一区卖掉买这里才可以买大钱、啊。人家爸妈要住，怎么可以乱买？那就他的了没？他爸妈不就他的没？迟早要是我的嘛。冷静，冷静，而且他们离榕总近啊，你新一区要看医生，还不知道来榕总、哦。新一比较容易下雨啦。对嘛，就来了，好不好？来了，来了，杰瑞，杰瑞来了啦。对啊，不然就是拿你爸妈的房子去贷款，投期出来买一杯士林美投。哎，这个，这个我们会另开，这个我们另开一集，我们下次请教。这个我们可以另开一集，房市另外一集是吗？那大学啦，大学学到了什么？嗯。学到什么抗压性吧？哎哎，你们压力很大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组的休学率特别高哦 ，model 组、欸、model 对，所以到底在学什么？因为很多人以为进来就是可能街舞就跳街舞，模特就走台步这样子，嗯、但是我们还有学科、啊、不然 跳街舞啊，去练书法吗？对，我们还有学科，我们要上一些就是什么人体解剖啊，哦对 对, 对，人体解剖，我们也要啊，什么贴扎啊，什么就是、嗯、什么贴扎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脚扭伤、那个、手扭伤，然后要怎么包扎，蓝蓝绿绿的那个，蓝蓝绿绿白白的那个、嗯、哦，对，那叫贴扎哦，嗯、贴扎哦，那不是运动防护用的吗？就是。也有一些课程，然后人体解剖学也是必修、嗯、然后还有游泳什么之类，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啊，怎么要进来学一堆就是跟我原本兴趣不相关的，很多就会休学。哦，原来人体解剖我们好像是必修三年，要所以真的要去解剖？不用，没有，就是读书啊、哦，读书那很难欸，就是要知道人体这边是干嘛，这个可是我觉得那个很多以前生物课有学过，所以还好，没有到很多太难背。对啊，就是背要背的，有点三类感，三类组的感觉、啊、很难。因为我们是文组的，文组，然后去念到还要解剖学，对，而且还念解剖哦。那你们有还不是婆、哦？那你们有要念解剖、哦？解剖伤科伤的没有哦，受伤的有，伤的没有，商业的没有。因为你们是管理，对不对？對啊、你是管理的，所以管理的会需要。对啊，会计、统计那些全部都要、欸，或者是可能就是选修，我们没有必修，没有要选伤的。嗯哦。所以怎样？为什么？那这样是什么？为什么那个抗压性？就是老师吧，太多元化了吗？哦，老师急掰，阿伯嘞，他不敢讲。哎、欸，我想问，对啊，久了干嘛怕？没有啊，因为就啊，因为现在我们进去，突然要念心理学，什么社工嘛，念不社工啊，不就聊天咨询，又要念个，或者就是有些进来的人会压力比较大，因为可能老师会要求身材，或者是我们专长课，因为走台步，就可能穿着高跟鞋就要走几个小时，嗯。然后一周有四天是就是一直要之类的，所以就是有些人就觉得太累，不是他想要就会休学。哎、欸，我觉得要求身材这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你都选了 model， 你都选 model， 这压力真的太大。不然你有没有大尺码 model？ 也是一条路啊，也有啊，也是一条路啊。哎、欸，我想问你们系上应该有很多名人吧？有没有什么叫有名的？唠、欸、几个听、啊。茉莉学姐，哦，茉莉，茉莉学姐呀、啊。大根也是 model 系的吗？不是不是，他好像是公关主持啊、哦哦。其实蛮多公关主持的，嗯、后来都有去做这演艺圈当主持人就对了。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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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哦，哥们再呛一个隋唐啊、哦！隋唐不是，蔡那个林志玲。不是不是不是，最红的没有讲到啊，嘿，还有个最红的、啊，最红谁？张雨涵、啊，没有，来掌声啦，没有，啊啊、是不是？没有，现在没有在做模特了，啊、對单飞比较红啊，比较吃得饱了。但你后来有进去业界吗？有啊有，所以那样、嗯。其实我是因为为了要上这间学校才去当模特的哦，就是为了上学，选校不选系。不是，就是我为了要考这个系，然后听说有合约比较好进去，所以才去比赛。哦，他是为了学校准备模特才去念这个系的。
有点复杂，应该说是我就是可能大家那个什么未来志向什么就会写得很好听，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可能以后会去比赛，结果我上了，我想说哇那我就要去比赛，所以我就暑假的时候去比赛，结果就上了，结果开学就被骂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老师就会觉得说你都还没有准备好，结果你就去比赛，那这样子公司不会用你啊？哦，你就不会了解，公司不会给你工作。可是你不是已经比赛了吗？对啊，对啊，已经上了，得名嘞。可是就是没工作啊。哦、这个业界是这个可能是业界，对，这个业界水，这个可以再开一集啊、哦。可以可以啊，不能让你不能现在唱秋啦，是不是？你要、哎、你要是我们秋什么教出来的。还没教你怎样？对啊，你看我教出来的，就是可能会公司会可能业界会想要直接用你有经验或是已经 OK 的人，那、你可能你还没有经验，你进去可能就会被排挤，不是被排挤，就是可能不会用你这样子。对，因为没工作，可能很多人嘛，他就会挑这样干嘛用、啊、这个你是谁的带？你谁带出来的？可是就很矛盾，因为有些学长姐其实是有经验的，然后变成说他就要常去工作，然后不常来学校，然后就会被当掉。哦、所以就是对、哦、然后所以有些学长姐是因为这样子休学、这个产业非常神秘，你不觉得吗？对啊，因为是不是一般凡人可以触碰到的一个行业，而且他们水好深、哦、他们学校感觉是一个小社会，不是像我们那种，对，不是我们不是那种纯纯的学生，纯的学生还在那边喝酒，还是有纯的啦，很不纯的，你们很不纯的、欸、还在那边啤酒墙、啊、已经在勾心斗角了，好恐怖哦。还好啦，没有到勾心斗角。有哦，业界才有业界啦，没有，因为你们在求学的时候，其实也跟业界已经有一点关系了。对，所以有点学校跟社会这两边，他适应不来，可能就被淘汰。对，接下来来重头戏，重头戏，来重头戏，真的是念书的，对，真的是念书的。刚刚那边呛什么国音数都顶的什么东西嘛？顶的，来，我们马上听。来了，我们直接听啦。你五科都顶的吗？平女的，没有，我学测的时候还好。啊，学测几分？我们那个年代是七十五分那个年代，对吧？直接呛出来，忘了五而已。还在五哦，好了，谢谢。我们下面一位，就是我，所以要考到四星的，对，要考到四星的，啊，那我们是一样的嘛？但你是学测上还是？只考学测上哦，学测上，因为我没有考只考哦，因为没有，他大学是四星，对，所以是跟我们是一样的 level。没有，人家是四星什么？四星男系也没有，四星什么系？什么系？因为我念四星经济，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是四星经济，所以你后来跳的喽。因为我是数学考的比较好，那时候学测是数学，几分？几分？顶的是不是十几？好像因为那一届比较难，然后刚好我考的比较好，所以跟你一样五哈。所以数学比较高分就会往就是经济上那一块去，所以就靠着数学很顶，然后就上经济，对对对对，就是数学，所以听到没有，学孩子们听到没有，孩子数学最能跟大最能跟让你跟大家拉开距离，对不对？对，我真心这么觉得，再强调一次，国文能拉几分？对啊，真的六十跟九十的差别，差不多，差不多。但数学是什么？你几分？十四跟多少？九十六的差别，这一拉了七十分呢。然后再乘以二，从东吴拉到国立的，还要乘以二，他们还乘以二了。对啊，还乘以二哎，数学，可是数学真的不能勉强，不会真的就是不会。我觉得我爸妈帮我补数学的钱都浪费掉了。不是数学你突然开窍就开窍了。对，我是突然开窍就开窍了。我是国二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开窍这么早，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开窍，突然在某一个瞬间。我是高二才开窍啊，真的。我从国小烂的一路国中烂到高一还在烂，突然高二开窍，前面的学那全部都会了。哇，全部都会了。你好像被什么上身了，就开窍了，突然就爱因斯坦怎么这么简单？数学好有趣哦！开窍，就突然啪，不知道。哎，我跟人家讲过这件事，原来真的有，真的有啊！对啊，那我知道我什么时候开窍？什么什么？投资股票以后开窍？有，那也来得及，来得及。开数学开窍不嫌晚，你知道吗？经济大家是不是很难念？我总经跟各经读了四遍。总经什么？总体经济跟个体经济， okay, 我在那时候连微积分都会了，
就是在什么时候？就是为了要几个月前吗？没有，前几几年前，几年前，就是为了要把经济念好。我们大学研究所哪有念微积分呢、啊？所以我们没有念过啊。对啊，所以我们是毕业之后才去念哦，所以不嫌晚啊、哦，不嫌晚，不嫌晚。你开窍在股，你进股市也是有帮助，非常有帮助。你要算那个利率什么，非常有帮助。还是叫现在的孩子就开始进股市，可以，可以早开始练，我知道了。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觉得数学离我们很远，不远，不远，它其实真的很近。很近、嗯，对对对，你英文就算了，英文其实也很近啊。英文随便，你在国外混个几年就会了。但你数学去国外混几年，你还是不会，还是不会，因为他们可能也不好。对，你只能突然开窍啊、哦！对 对, 对，那什么时候会？那怎么不知道？怎么突然开窍？你就继续投资，千万不要放弃，就是数学，千万不要放弃。嗯、对, 对，因为你在学生时期让你开窍，你就拉开更大的距离。是的，你出了社会突然开窍，你在股票市场拉开更大的距离，资产对。你没有富爸爸没关系，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成了富爸爸富妈妈，合理，你是富一代，你不用羡慕人家是什么富二 代, 富二代，你就是富一代，掌声。哇，突然觉得你要回去念数学，你就是富一代，念好数学是不是你就是富一代。所以今天谢谢我们的干爹数学补习班，是不是？你们数学补习班来找我们业配的，是不是数学？对啦，我个人是 啊，我真的是突然开窍哎、欸嗯。这边有一个是数学好的，嗯，对，好像是数学比较好，所以就是、你是一开始就好。因为我每一科都很平均，就数学比较好一点点，没有，他的平均是每一科都很中庸，就数学好一点点，就从小就数学好一点点，中庸是都大概85分的中庸這樣、哦，那不是顶了，那顶了，对，然后数学特别好一点点这样，对对 对, 對、欸，那我差不多，我差不多，对对 对, 對，我差不多，差不多，顶着，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这样，高中啦，对啦，高中都是平均，平均差不多，嗯，哦，那所以你是打他进去之后再转的。我没有要转，那我进去那时候我很想念传播，高中就很想念、嗯、所以台湾的传播就是政大跟世新在选啊，对对对，政大考不到、嗯、所以就先念世 新，对、哦、然后就先进去就想说那我一定要念传播系，嗯，所以我就先想好我大二一定要转系哦，所以那时候，但是后来因为经济也念得 还不错、所以双主修了啦，所以就是有老师就建议说、就是、不要放弃，对，就是那个传播就跟日常很有关啊，经济跟日常也很有关、嗯、很有关，所以你两个都会、哦、股票有关，对对对，你两个都会就对你可能比较有帮助哦，对对对，合理耶，这样讲恩师啊，恩师 啊，所以就变成双主修、哦，对，哦，那你可以去非凡新闻，你说经济跟财经的财经的媒体，因为那个众那个小众，那通常所以我们第七频道到底要不要开一个财经频道？因为现在我们既然有专业财经主播，看起来都还好，他应该可以杀出一片血。我们这边也有实务组的，嗯、这边有学术组的，嗯、对不对、欸啊？这边还有不学无术组的。对不对？然后这边有赔钱组的，他们是不是赔钱组的？没有，他要逆转，他要逆转，逆转了，还没逆转啊？对对对，你还没上车吗？他已经走在逆转的路上了。OK， 满垒了吗？现在满垒吗？满垒了，满垒了。你要先积累包、啊。对对对，没错没错。对对对，他到了我不知道那红不拉 Grand Slam 不拉几圈回来了，你还在积累包？他妈先选球哦，股票跟慢转，先选球，先选上垒，对对对，积累。答对了，先求有，等到关键的那一棒出来就对了，没错，是的，是的，耐心等，选一颗好球再挥棒哦。讲的你好像买很多一样，是不是？没有，没有，我耍嘴皮组的，我耍嘴皮组，耍嘴皮，我耍嘴皮，公关组的，公关组的，啊啊！所以后来就是顺利双主修都毕业，有延毕吗？没有延毕，怎么可能？哇哦！但是我还有去交换，就是我觉得我大学过得蛮充实的，哎、欸，真的、欸，他双主修，对啊、欸，然后他又去交换，你要想看我们单一个修，然后又去那边弄啊弄打啊打夜奔啊夜唱啊这种，我们过得很打夜炮啊，没有，我刚刚有收起来，有收起来，我帮你补，看一下，我的意思是说，你想要弄啊弄就想要打夜炮啊，我们没没瞎混啊，但是我们光练一课我们就有点辛苦，他练两个不用实习吗？传播也要实习吧？传播通常要实习，但是因为我要修那个学分、嗯、所以我比较后悔的是我大学没有去实习。哦，对，就没有实习
习学分，但是就是其他科系的学分都可以修满、嗯、因为通常 每一个学期都是满学分的。哇、啊、很累，到大四全部都是二三十分的那样在修。你的课表拉出来一到八吗？就是每就是三一学期好像二十五还是三十学分、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每学期都满的，几乎都满的嘛。最累是要拍片，啊、就是传播系要拍片，哦、还要拍作品出来，哦、对对 对, 对。然后拍片要读书的时候就是很累。那我就问有没有交男朋友？大学没有哎、欸，你看吧，没时间，没时间，没时间了，没三十学分呢、欸。靠，哎、欸，你要想看他每天一到八都满，晚上还要做作业。你有没有大学有没有交男朋友？有、啊，对，有没有交男朋友？有，你呛他，呛他。我有啊，有啊。你交男朋友？你有吗？你有交男朋友吗？有、啊，有，有很多，有泽泽啊，很多、啊，他很多男朋友，很多。你有没有交男朋友？后面有。有啊，蔡东华有没有教？教的嘞，所以我们考不上政大、啊，对，所以没办法双主修啊。对对对，因为你真的要双人，真的要牺牲多很 多玩乐的时间、嗯，是。那有什么、哎、什么社团在参加？有参加，也参加，没有睡觉吗？天哪！因为我不就是会想说大学。不知道到底以后 还要做什么，所以就是全部都先试试看。哦、oh. ，心态是這樣。那你现在出社会应该觉得蛮轻松的。不是，欸、你不要想看，因为我们就是大学那边瞎混嘛，出来以后就啊，一开始要那个上班这种八小时九小时好累。怎么可能？我上多少那么累？不想去就不去啦，一天一个礼拜那我上几堂课，好累。然后八点就会不出现了。每天都要上班，好累啊、喔，累死我了。尤其是大四的时候，大家大四都很瘦，所以我当 YouTube 啊。啊，对，合理可以睡到。我上了两年班，好累啊、喔，真的真的，比研究所还累。主持上下班超累的，对啊对啊对啊，上班不累，主持上下班最累，工作不累。然后后来嘞，去考了那个研究所是怎么准备的？研究所是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说一定要考，就只是想说好像考考看，对，就是有研究所这件事情，然后先记着这样，然后就边大学就忙自己安排的事情，然后先把学分修完这样嘛，对对 对、啊、然后可以玩社团啊，还是参加什么活动就多参加，然后到大三升大四会开始要申请，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把自己的以前做过的事情整理一下，列对对对、嗯、然后准备一下书审，因为我是用面试，他们现在有分真试跟考试的、嗯、然后真试就是、哦、有面试组的用资料然后去面试那种的，对对对，就几个名额这样，对对对、哦、所以就是赶快准备一下资料，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去试试看，然后就上了。哎呀，这多讨厌你！哎，而且还掌声，云淡风轻的说，就上了啊！没有，我以为我不会上了。还有啊，陪我陪我同学去，然后同学都没上啊，我上了。就我这种故事最讨厌了，没有？我觉得是真的，就是大家、哎、你们如果去考试，有跟朋友一起去，千万不要说我们一起上这间学校，因为通常讲这个一起的都不会上。就要说我陪你去的那种才会上，就不要讲都不要讲，对对对，就考自己的就好了，不要讲一起上、嗯、因为我之前考高中跟考大学都有朋友就说我们一起上，要讲一起的真的都没有上，所以不要讲一起。你等别人开口，对对对对对，你不要讲、欸、我们一起上，一起上，那我们是不是要脸要这么讨厌，是不是要在门口就然后就那我们是不是等着一起 OK 我陪你等对方开口，通常陪的那个都会上就对了、嗯、对对对，陪榜的。但这个雅妮的故事是应该是说他的大学很充实、嗯、非常没有那么瞎混，所以他有很多资料可以附在那个资料，对，到未来研究所的时候就派上用场。对啊，你有一些经历啊，有活动啊，对，有社团啊，还、嗯啊、有修学分啊，大家会看到哦，不错啊，不错，很努力的一个孩子、哦，这四年都没有在瞎混哦。对，嗯、啊，你看你写出来有什么？哦，那篮球女篮队长啦、啊，对对对。然后什么社工之夜主持人呐、啊哦，什么营什么活动组啦、啊，还有什么最佳球员，好不好？对，拿最佳球员、啊，最佳球员。然后你说完了，最佳超级王很多哎、欸，超级王、啊啊。然后你来应征社工组啊，这靠北有什么关系、啊？有，如果是社工系的老师就说啊，这个孩子很多方向的发展，你要不要去社工系的老师？要不要不要去试试体育相关的一些科系一下？也是有不错的出路。哎、欸，不过那时候完全没有想要念研究所，嗯，就至今我也，哎、欸，不能说完全没有。就当然为什么要去考研究所？出社会，哎、欸，对，这个又是不同案例。那个大老佛是出社会之后，然后想要洗学历嘛？对，你怎么知道？就
也是一个方式，是，也是一个方式。真的是想要洗学历，可是没有想要这么早念，就只有就是说啊，去试试看，就跟雅尼的心情一样，考考去试看看就上了。因为那时候已经开窍了，那时候 对，那时候已经开窍了。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旦开窍了以后，很多东西都会咻咻咻的就进来了。你不用记，你不用记，不用背，背是最低层次。好，可以，大家可以现在学生可以翻一下这个如何这个大佛佛问世哈啊，但是这个基础一定是背啦，好不好？对，对，就是你前面可能会爬得很慢很慢，可是突然到一个地方你就会开窍，但不一定是你求学阶段，有可能是你毕业以后的某一个时间点，或是你可能六七十岁再开窍。就都有可能，也有可能每个人的开窍时间不太一样哦，所以你比较现在此时此刻，可能学生会觉得说啊，很辛苦，很辛苦，然后都背不起来，然后数学怎么算，然后怎么补习都不会，是没关系，你可能总有一天就会开窍了。对、哦，没有，但我觉得这个前提是你没有放弃，欸、你没有放弃、哦，对，没错，对啊，因为还蛮多学生都是哦，数学反正我就烂了。我就烂，我就烂，对，很多我就烂，你对，所以他也没有在这个上面再努力过任何事情，对，哦，对，但你可能就一直摸，反正也不好，就慢慢还是有在努力吧。是是是是，你这个放弃历史地理怎么资格讲这句话？没有，我是说就是要开窍这件事情啦，至少是你没有放弃的吧？对啊，就在某一件事情，你可能还是会一直去做。一直去学习，对啊，就是、不一定是学业、嗯，但是你会对某一件事情一直去学习。啊，学学学，你就会开窍。应该是说你不要去讨厌它、哦嗯、即便你没有，现在我就没有喜欢数学，但你不要去讨厌它。你要还是很难的、欸、大哥。不是有层次的嘛？有的人喜欢，然后就没感觉哦，不会，没关系。但你不要讨厌它。好难呢、啊，很难。这个人际相处也是这样嘛？那你有讨厌英文吗？哦，讨厌了。你有放弃它吗？我放弃了。就念社工系啊，双标。我念社工系、啊，你们社工系不会辅导到外国个案吗？不会啊，我们要出国，轮不到我们啊，我们会有通译啊，你有跨八尺门吗？你有个八尺门辩护人吗？有通译嘛？哦，是是是，对，我们有翻译嘛，那翻得更精准嘛。不要去讨厌他嘛，有一天你就会开窍了。对，所以我们不要开窍啊。对对对，所以我跟留台湾嘛，我没有打国际杯啊。对，所以我这个 YouTube 就是一直在台湾的，有出不了国际、啊。没有要讲英文，英文字幕就是上不了、啊。十年前那个官方就叫我那个要不要上个那个英文字 幕，你看那个群人齁、哦、上那个英文字幕就可以打到国际、啊、对耶，我记得官方真的有跟他讲过，每年都在跟我讲、欸嗯、每年都讲、啊啊、上个英文什么 CC 字幕啊，不然人家来上啊。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你看那个阿弟随便上个英文，你看那个点阅率是个有你早期有上，人在瞎上，瞎拼一堆，什么 Kimoji 什么，早期都瞎上，所以打不了国际嘛。啊、哦，是啊、哦，对不对？啊、嗯哦，好了、嗯、好了好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探讨，就是考上国立公立这件事情的话，嗯、我之前考高中跟考大学的时候，其实都是先看那个书，就是。考古题简章，每年不是都会有说，比如说落点在哪里？嗯，我直接翻最后，哦、翻最后、啊、就是公立、国立，就是最后面，我直接攻那个。你是说，如果我们学生的目标是要上国立的，然后就是挑国立分数最低的那科系？我那时候是这样子，小聪明就对了。可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想要走我的兴趣，嗯，所以可能就、哦、对对，到底要选系还是选校啊？嗯，可是其实真的像刚刚二伯讲的，很多人其实出去工作不一定是做自己之前学的那些东西，对啊。所以如果你要省学费的话，你就冲最后吧。对，哦，对，你在那省学费，这点还不错。等一下，这个我们现在的教育宗旨，我们的目标不一样了。但我也是这样跟小朋友讲，因为反正他也我知道他也不念书，我说那你不管怎样，反正你给我考个国立就对了。真的，因为我后来才发现私立跟国立的学费差两倍、欸，对吧？对吧？私立很贵。主持人头痛。你要我们教育部长这么高、哦？没有啦，真的，当然是如果你有目标，然后已经就是要去那边，当然好。但是呢，我那时候刚开始，其实原本也是因为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嗯，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翻简章，那我可以去哪里？我还可以去哪里？然后就先把目标定低一点点，但是还是往那个地方走。哦，对。OK， 因为应该是说，如果你目标很明确，因为学生，你比如说念书那些，你不知道，嗯，以后要我要填什么科系，嗯，然后以后要做什么工作啊，我这个科系是不是可以做那个
这个工作是很迷惘的，我学生时期大家都很迷惘。那个时候我们太年轻，谁知道要怎么做？而且对那个，比方说，哦，我们那时候假设我就想念社工，我也不知道未来社工会是什么样子、你就算念了到了大三，你还不知道？我大三不知道，我又不知道。我去实习了，啊，终于知道了，我大四终于哦，原来社工是在这样、我去实习还在混，所以实习很需要。实习啊，去实习很需要。你可能念完，你都不知道你那个本业到底在干嘛。真的，踏进职场了还是一样被骂，还是不知道。对对，很极少数人是目标很明确，我就知道、我在念的时候知道、我以后要念这个科系、我就很想做这份工作。啊、是是是，没错。我觉得是极少数了。对啊，极少数，或者是那种爸爸妈妈的工作传承下来的那种，啊、对吧？对对对，不然就是长辈很明确的。告诉你要干嘛，还是你有一个参考的目标，比如说，家业啊、我们回来直接哇，我那个念社工系，然后出来，他要帮我们介绍社工在干嘛干嘛，是很多哦啊，真的很多没有观众，真的在座没有人念社工，真的，然后你在那边介绍社工系，真的啦，那我们自己不务正业，我们在介绍社工，然后我自己聊社工，然后就很多，因为学生哦看哦，你看我们今天社工，后来真的踏入社工领域的，对对对，真的有几位，有一些小粉丝也是这样，对对，那后来就离职了。太辛苦对吧？比如说高婉婷离职了，你干嘛叫出来他名字？他会听吗？他会听吗？高婉婷离职了嘛？不是，因为我拿去念的社工系，然后真的做了社工，啊，离职了。而且好像本来是别的系转去社工系的样子，哇，他还为了你转社工，爱你哦，是不是？是不是他有个憧憬会知道嘛？对，他有个目标。那你进入职场能不能适应又是另外一回事。对啊，会跟你想的会不一样。其实应该每个系进入职场，我觉得应该都是这样啊。因为学校是一个我觉得比较美好的地方。对，那出社会就有很多现实的压力。没错。对啊。所以你们是推荐大家，如果不知道自己兴趣的话，你就不如选校。不选系，选个国立的，我对啊，我先省学费啦。对啊，我先跟小九就这样讲，我说反正你没考上国立，你就不要读了。对，我记得那时候，阿妈是这样讲的嘛？对啊，对，你妈是这样讲的，对对对，我妈也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啊，是啊，我们都是啊，就是你不要考，你没考上国立大学，就不要读，不要浪费钱。我乖，你弄国立也乖，所以是爸妈逼的吗？因为我妈今天讲说，你如果没有考到国立，我们可能要卖房卖车子，哇，压力好大，压力好大，太夸张。结果数一数。其实还也才四十几万，一台车才四十几万嘛。哪一种车四十几万？房子哪一间四十几万？对啊，可是我可以理解他们心情，因为那时候我知道自己不是国立的时候，我当下非常的害怕，因为大家都说私立很贵，贵个靠腰什么，是真的蛮贵的。对，然后一开始拿到那个四万多块的注册费，真的吓歪腰，四万多块那时候可以买一台机车，对对对，对吧？对啊，对对对，那吓歪腰，好险有学贷，感谢中华民国政府。对啊，但是学贷也是之后自己要还了，所以是要还。你想想看，那个是抗通膨哎！啊，来来来来，经济学怎么说？来，教育费是不能省的，你当时缴的学费，未来会变成你的资产。哎呀，没押韵。那我想说，我有个押韵呢，是没有，就是呢，你那时候缴了学费四十万嘛，那你现在我们学费一定不止四十万啦，对吧？搞不好涨到五十几了，有可能吗？你的那时候缴完以后就定在那里了。是不是？而且那个利率又非常的低，非常低啊！而且他还给你分包几百万年才还完。三百七，你还完了没啦？我还完了，终于还完了。我记得毕业快二十年，终于还完了。慢慢还，好像三十二岁才可以还完。就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慢。对对对，几千块，几千块这样还，几千块，几千块，几千块这样还，我也还在还。对，哦，你还在还。而且我跟你讲，还完你也不会比较开心，因为你那几千块对你人生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所以你不会觉得说，我还完了，好像也还好。所以不用太过紧张。OK OK， 所以应该我是觉得台湾还不错啦，在这个高等教育的补助上面，我好像真理宣导，就是能念尽量念嘛。因为我们以前太容易被长辈给一个压力，说你考上私立的你就该死，活该，怎么缴不出学费，没出息的。对，其实没那么惨嘛，不要念了啦，没差钱，给你赚钱啦。在座还是有很多人是私立毕业，不是吗？但进去就是个人脉啦，对啊，像我们前面那集在聊的，你进去就是可以在这个学生实习这四年认识很多朋友，很多很多。不管你一进去那个社会那个大染缸里面，很难交到知心的朋友，很难了，很难了，人脉会很难建立。真的是的，人脉，在座各位就是人脉啊，都是朋友，就是朋友。其实我那时候填东吴社工，我也是往前填呢，真的假的？
往前点是什么意思？你考的不错，其实你数学不是还顶的吗？就数学而已啊，其他都均的而已啊。其他他的意思就是往学校往前，反正只要往前啊。社工系就是什么，每一个学校最低的系就是社工系嘛。对对，没错没错。我是这样往前一直往前填就对了，所以你就是选校，就是对啊，然后就一直填社工系。哦，实践社工、文化社工，然后敬仪，然后辅仁，然后东吴。我记得辅仁还填到比较前面，辅仁没上。对，辅仁的分数是比东吴高。对，然后填填填填填，然后看能上什么好学校，就是往上面的学校填这样。所以你一出来东吴社工，你是很开心。毕竟他重考之前是真理啊，不是人家赛啊，不是吗？来来，有没有？哎，名传啊，名传，名传啊，有没有名传的同学？名传不错，我们无缘的名传的学长学弟，名传的员工，我是名传日文系，掌声。我成为三下嘉义三下之友，就差那么名传三下之久，这个封号就差那么一步了。我那时候就是立定目标，就是要念日文系。日文系，哎，你的目标很明确，就很明确，就是要念日文系。那后来为什么要重考？因为我念的熊啊，我阿姐不爱好好读。唐日文系是不是吃小哦？原汁原味翻译给你，是不是吃小哦？你应该去念东吴辅修日文啊。动物日文也很赞啊，你以为在我们那种嘉义乡下的地方开国术馆的家长有办法知道什么叫什么叫转系，什么叫辅修？我们全家族最高学历，我问阿姐考上无缝工专，现在无缝技术学院，他还重考了一年，然后进步一分才上无缝，看有多烂。你们的剧本是一样的，进步一样。我重考进步两分，掌声。两分，有有有进步，隔了一年进步，对对，所以又再会绝对不要重考，因为已经知道进步，大概就是三分，一代进步一分。我叔叔那天跟我说，冲啊小，你不是只代进步两分，然后想一想，靠呀，我赶紧进步几分呢？好像你妈妈那我。然后上，对，我姑姑在那边笑啊，你赶紧进步一分，然后上个无缝工专，有什么还什么好骂伟家的，人家还进步两分，好合理哦，太好笑了。我就说，我的这意思立定就是要念日文系，但我是数学好，那英文不好，硬要填日文。哦，所以我就掉到这个名传日文，因为日文通常要看英文，对不对？语文系的，我就硬要填啊，然后就掉到名传日文。哦，本来是很想念的，他说不让我念。哦，然后说你要考，因为他们就是想要我念什么，那个社会组嘛，对，社会组就要念什么律师、会计师，哦啊，该出来做的书。他考个那个检察官、司法官哦，师自备，对不对？我觉得阿姐应该是预言家。哎呦，怎么说？叫你不要跟日本太近。什么？そうですね。是不是？叫你不要去，你还去？20年前，是不是？哇哦，他早就预言了，他生预言啊，20年前就预言了，你不要跟日本扯上关系，有什么关系？还讲国术馆，还没讲小哦，你看吧，你给我硬气哦，硬气哦，出来钱哦，我跟你讲嘛，20当年的给你卖气啊，给你卖他啊，你没几句。So this 解开了，毅力引爆了，引爆了，爆了，不听话吧？有一天大家都会懂的，会懂了，会懂了，所以要听长辈的话，要听长辈，听妈妈的话，听爸爸的话，是是是，对哦，原来是有道理，他不，什么东西啦？但后来因为第二年只进步2分，那就算了啦，没关系啦，就看要填什么，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这样。对，因为我那个如果硬要填什么法律系、会计系，我掉到超后面。哦，真的哎，应该是说他高中的时候成绩算不错，所以大家对他有期望，对啊，对，没错。因为就是数学会拉开大家距离嘛，所以你在这个班上可能都是前几名，对，很容易。对，然后我们在那个小地方，对不对？嘉义啊，辅仁中学没几班，学生不多。哎，辅仁中学不是我们有10班呢，对。我们在我们那个年代有10班的，对啊，对对对，有期待啊，应该是没有问题。哎，东吴，而且我们嘉义人会对东吴哦印象非常的差，会觉得那是很烂的学校。东吴，因为我们嘉义有个东吴高职，哦，原来如此，都会被笑作是东吴的。
哎，这样子没有，我们那个年代不是我讲哦，是我们那些阿姐，那些哦，那些老人他们乱讲，我从不觉得东吴高职它是很棒的一个学校，东吴棒棒，对，东吴一家人，东吴对，看我们那个看我们孙权孙策，哈、哦，真的是差三分天下。对不对？守在我们长江一带，什么东西？对不对？差一点点了、啊，就差一点点了、啊。要不是赤壁之战，我们别，我们不让亚尼多讲一点，他都不在讲什么。我怕自己学生听完还想说干娘，我听了什么？哎，我叫你念一个半小时，就念到书上了。我听到边考试，还跟妈妈说，哎，我自己好像很受用，我要来听一下，可能对我学生有帮助。还跟妈妈一起听，对啊，听完了、嗯。我到底听了什么？听了什么？不是这样很励志啊，是，对，你看我后来考上了这个东吴社工系，对、嗯、对，然后重点不是考上什么，是你学到了什么，然后认识了什么，对不对？这样听下来、哦、对不对？对对对，没错，你看考上国立的、嗯、结果对那个我们这个体育界失望，也没走体育、哦、这倒是真的，然后考上这个 model 的，哎，结果也对这个、哎、model 界很失望，哎呀哎呀哎呀，对不对、嗯、那赶快问一下广电的有失望吗？是不是 广电系的太棒了，但我们社工系也是太棒了、啊、很棒啊、嗯、很棒啊，对、欸、我是到毕业以后出来才觉得念社工系非常好，因为你会发现社工都会有个特质，就是他们很容易倾听别人讲话、哦、对，倾听别人讲话，对，就是在别人讲话的时候你比较不会先入为主觉得怎么样，你会去倾听他内心的话，哎呀，所以你在职场很吃香哦，对吧、欸、你可以听得懂老板在讲什么，你也可以听得懂你的同事在讲什么，哦、你就不会走很多冤枉路，多方思考，真的真的，你可以想很多，不会不会，因为他一句话，他、嗯、一个事情就认定他这个是怎么样，对，没错、啊，看事情也是哦，事情事情，那看新闻事件也是，看事件也是，新闻事件也是，嗯、对对，不会因为一个标题，嗯、对不对？因为傻傻的，因为一个标题内文也不看，看那个留言怎么乱，哎，是不是？我没有错，对不对？对对对，哎，多方思考，哎，为什么？哦，然后这样想。嗯，所以即便你没有做社工、嗯、你也知道你有那个训练，对对，有那个训练，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常在说training， 那个 training 我们以前都常会说什么人在情境中啊，同理心，對對對，人在情境中，出来以后发现哎、欸，真的蛮重要的，就是你有学到了这个、嗯、对对对，像、這個、但就重要的是你在学生时代有学到什么哦，对、嗯、然后这一个不要忘记，然后在你职场上要运用运用，比如说我们里边在什么这个、嗯，我们运动休闲管理系是不是有学到什么管理？管理包括你现在管理那种一整个千亿的集团，对，下面好几百位的员工，员工，你是念运动管理系耶，哦，是不是有学到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你看他们哈哈 baby 频道都在喝酒，就知道他怎么练出来的，没错，怎么有爱过没追过？你不接一下，这样我们这一集，我真的想，我刚刚很认真在想，说我到底学到了什么？好，没有问题。但我们看，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Taco 是不是？是我们这个运动艺术系，运动艺术 model 组，对于你现在在自媒体上面有没有什么你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加以运用，有实际帮助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肯定是有的，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想起来。毕竟就是要经过那四年的淬炼，才会变成现在我们这个样子嘛，对不对？我跟你讲，抗压性就可以了吧？对啦，对啦，没错，抗压性就可以了吧。你现在应该不会担心同事在那边对你指指点点、啊、勾心斗角吧？是不是？不会、啊。你看这个大亚尼打压你，亚瑟哥打压你，蔡东汉那边打压你，就没关系。我在四年内被 training 过了，对，我有 training， 我被 training 过了。以前他的恩师很喜欢讲 training。这不是没有人，这内梗就不要讲了，那内梗只有我们懂，只有社工东吴社工懂。现在应该是北大的同北大社工的同学懂。可能东吴跟北大会磕磕笑、啊。对对对，这太内梗了。有 training 过，至少你有经过那个训练，有 training， 比较不会在乎别人对你这样子说三道四。嗯，是，就是那个对了，抗压性比较高。对对对对、嗯，你不会容易走心，嗯、不会容易玻璃心，嗯，对不对？像我们这样跑活动是有差，嗯，我们这个 YouTuber 也是算是表演的工作，哦、我们的跑社团，我们的晚会主持，哎，万一再来组活动、
哎、欸，干嘛干嘛干嘛？九十八学年度，九八了吗？那么久，东吴社工系，那社工之间，哎、欸，我们活动组人呢、欸啊？我想到了，我大学系学会活动组的企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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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是不是？都有 training 的 ，training，training， 都有 training 的，对对对，你走过路不会是冤枉，一定是有相关的，是没错，是没错，你一定会在学生、学校之后学到什么？对，一定有。有有有，里面的酒量一定也是有有有。没有，我突然想到，我办活动吧，是吗？你办活动也是啊，办活动办了四年的活动。什么活动？什么活动？各种啊，就是大小赛事，学校自己办的赛事这样。然后你们也有去打工还是实习，总参加那种外面企业的那种赛事活动，开开眼，至少开开眼睛，人家在干嘛？哦，对，没错，是的，嗯，对不对？你现在都很会办活动啊，对对对，是不是？像是我们的雅尼，雅尼。经过了经济系的淬炼，经济系传播，我先帮你铺陈，啊，你好好想一下。好，对对对对对，经过四星哦，双主修，双主文山区哦，他就锁定文山区哦，四星往上跳，跳到政大哦，没错、嗯、没错。经过这个经济系的淬炼，嘿嘿，再经过传播学的淬炼，传播学，进而我们到了更高一个殿堂，硕士等级政大的传播所，嗯、等于是传播所的 LV， 没错，整个。这样洋洋洒洒几年所学，到你现在包括自媒体的一个部分，有什么应用到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一下，有啦，不要剪掉，就这空白就在留着，不要剪掉。你老师可能在看哦，是是是，老师在看。对对对，经济的部分呢，就是像老板刚刚讲的非常好，就是不要去怕他嘛，因为数学很难。然后我们。是是是，我在努力，我在努力，是是是是，赶快给他一点正增强，是是是，很棒，我们在倾听，是我们在倾听，我们有在倾听， uh-huh? 你有认真在倾听，可以再多说说，这是最低的最低同理心，赶快用到同理心，我们同理心也是有三角形最低层次。嗯嗯，我有听闻啊哈，嗯，是是是，来来用个五，用个五的，用个五的，然后再上面一点是哦。你是说包括是在经济的部分，嗯，然后是比较其实是比较属于比较艰难的一个挑战是吗？所以是把它刚刚重复话再重复一次，对对对对对，同理心了，对，同理心了，就是把他讲的话再重复一次，重复一次，对对对 ，OK、嗯。然后他如果讲不出来，我们第三个同理心哦，对，同理心就是要引发出他背后的含义。来，我们第三个同理心，我们让这个社会所的。我刚刚听到你好像有一个意思是要说，您在经济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困难，然后你有克服他的经验啊？对，很棒。是吗？是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哦，对啊，是是，因为会修那种总经微积分，对对对，是是是是，然后很难，是是是，所以很难，之后你就不会害怕，嗯，就面对数字的时候，以后你要往投资啊，嗯嗯嗯，房地产什么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你的头脑就会不会害怕，对对对，是是是是，就看到就不会怕。所以现在房子买了几间呢？烦死了。什么东西？我在讲，你现在在自媒体这个行业，你跟我讲房地产，你起来空杀小。我们影片它有录音，它有录音，它有用主播那个啊，是是是是，哦，对对对，有些技巧，有些技巧，学以致用啊，对对对。因为雅尼算是已经有在这个，他没有不务正业，是。他所学有用到，有用到的，對對對，你算是最没有不务正业的。对，而且一毕业就来，没有走冤枉路。对，那经济的部分我们比较好奇，因为毕竟你的双主修，我们股票市场的投资还 OK 吗？不一定是投资啦，就是就是我很努力在想，我想一下，喔，是是是，他经济就不得已去念的。但我觉得他这个感情学分是修的不错了，啊，他的投资也是投资的，投资投资感情也是种投资，投资的部分，投有投投哎，投对，有没有想到投资的部分也是很 OK 的，對對對，很会投，也是很 OK 的，可以很 OK 啊，是是是是是是，可以啦，我觉得中观就是那样。嗯，不管你在学校，我们刚才做结论了吧？啊，对对对，可以做个结论了，可以可以可以，大老板可以开示一下吗？哦，我这一集我要开示，开示一下，我有什么资格开示？来来来来，好不好？好，我这综上所述，哎，欸，对的，你还没分享你的，我的什么？对啊，你还是念了社工嘛，对不对？然后会对于你，因为你职场不方便透露，但你在这一块呢，是在这个媒体。有没有社群？什么社群 ？YouTuber 创作者这一块怎样？你有？
因为学校学到了什么应用到现在的工作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学校挺好的，是是是，学校我现在在用同理心，我在学校应用到自媒体这一块、是是不太多、啊、是是但是我发现我在我家庭学到应用到自媒体是蛮多的没有，但是搞不好因为你在学校所学对不对，你刚讲了、同理心，人在亲密中你可以体会啊用对阿丁的心情、哦、我懂了、在还没念大学之前我只会在那边觉得啊生气气啊气愤啊自己怎么儿子对在这个家庭这样，万叹自己的命运这样、进入社工系再回去看他们，不要怪他们，他们有家系，以前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是是、帮他画家系图了他的家庭成员，他的工作，所以养成他现在的同袍，养成他现在的个性、我能理解他了，理解了，对，理解你就不会那么走心，就可以同理他，同理他，他如果要被骗，就让他被骗。同理他不代表认同他，没有，只是能同理你而已。我们只能同理他，然后我们告诉他，他要自觉，他如果不自觉，我们也只能说，就是，哎呀，好深啊，好久没听到这句了，案主自觉啊。好社工系哦，现在是在上个案辅导自觉，对，我们会 OK，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我没有接受你，我没有认同你，我是同理，我知道你，知道你要这么做，对 OK， 那我可以给你建议，给你三个方案去选，是你要自己做出决定，没错啊。如果他不能，他不决定，或者他不能决定，你其实也不能逼他，就是这样。对，因为你要让案主自觉。对，好，结束，掌声。那我觉得你们用到了，是不是可以当一个好的主持人？哦、原来如此啊！是吗？现在一切都用上，对、都用上了，就可以当一个好的主持人。包括你在表演啊，对啦，说话啦、然后主持的部分，哦、对用的非常的好。是您也用的非常好，您比较厉害啊，包括还可以，你有这个 training 那么多年，包括还可以开一个节目，到时候问世啊，同理每一位投稿者，不同理每个信徒，对，然后还给他一点建议。是是是，你看到大老婆在给建议，他没有一定要教你怎么做，他给你一个方向去选择。因为案主自觉，我们不能教人家怎么。你自己去选择，你自己去选。对对对，我们不是心理师，什么都没有。心理师也不能讲这样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很棒啊，很棒，很棒。对对对，欢迎大家来念社工系，请报名，招生中，绝对不会失业。绝对不会失业，这是真的。好不好？这是真的。但绝对不会太富有，这也是真的。社工就是个饿不死。对，你不怕不诶诶，你绝对饿不死，对，但你赚不了大钱那个工作，没错，是的，但是你得到心灵的富足，你有是不是？请问你有失业过？但至少对你人生会有帮助，对啦，对，对你个人，你可以问他跟雅尼，你不要说我，我们比较不学无术嘛，你看你接触到装亚瑟哥的时候，亚瑟哥才是专业的社工，他是真的很，他真的很社工。是不是跟他讲话是哎、好像、就是、我们只是社，他是社工。对对对对，你会觉得说哎、他真的是蛮认真在听你讲话，然后不会有什么压迫感，觉得他是一个，而且他保持四十五度。对对对，他会这样子，他保持四十五度，他的座位是不是跟四十五度？他职业太多年了，是不是？就是他面对面讲话，哎，是。就走过来，他保持一个脊椎，保持一个四十五度的一个角度，是是是。就长久来，你脊椎侧弯，你仔细看他的脊椎侧弯的一点感觉。对啊，我觉得庄老师还蛮社工的。是是是、包括比如说，哎、常进人，觉得他有社工的一个特质。哦，他也一直在这一条路。对对对。啊，就是一个社工温暖的特质。对。啊，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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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收获良多啦。又有两位领转社工系是。我们今天在推销社工系。对，没有没有，每个系都很好。对啊。好了，做个结论吧。综上所述。哎，综上所述。就是现在的新兴学子们，其实也不用太过恐慌，不知道自己选的这个系未来会怎么样。看李北选了这个系，未来其实他也没有走这个系。然后雅尼还有 一模一样，有，但是不是出来跟所学也是有一段的落差。对啊，也不是说哦，一马上出来我就可以当什么什么，好像也没有，也没有，对啊，也没有。然后他口抗压性，哦，学到学到东西。就是学了就不会忘记。虽然你哎，但是他身材保持很好。这是体质，我觉得是体质，是不怕吗？这只是体质问题。哎，这很强哎，这体质问题。对啊，感谢爸妈。是啊，所以其实好像也不用太过紧张。那时候选了以后，这辈子就这样，好像也没有。对，那如果年纪再小一点的，比如说国中，对，高中，高中就要选了啦。但国中，哦，国中，大不知道念书为什么？迷惘，迷惘怎么办？刚大哥有讲，不要放弃，先不要放弃，不要讨厌，对对对，你可以放弃，但不要讨厌他。
哪想到你的英文靠腰，很打脸呢、欸。不然你就走不出国际啊，是不是血淋淋？我走不出国际啊，嘎哥血淋淋的例子。再怎么去就是去日本啊，对，我就不能去开什么，哎、就是要看房美国片啊，我就不行啊，就不行、啊，去不了美国啊。但是嘎哥还是怎么样？去美国开了球了、啊，哎呀，自己讲。行行出状元啊，都有出路了，不要放弃啊！没错，然后国中小的学生们，我觉得应该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就把这个事情要做的做好了、嗯，因为这个时间点做了这件事情，你未来其实这个时间不会再退后了，不要再花后面时间更多去补这样啊，对吧 ？OK， 如果你单一科有兴趣，那就好好专注在那一科也可以。对啊，对，这么多科没有人那么厉害啦，你看我们这样讲一讲，没有人全部都很厉害的。没有，全部都很厉害，就不会坐在这里。就不会在这里了。啊，大家可能有了，但是大家可以去听播音呐、啊。对对对对对，是。那是天才，我们这是一般人。就我们，哎，我们真的是一般人呢、欸。一般人就是这样而已，对对对，没有什么都很，没有全能的。没错，是。对啊，我们就专注在某一个厉害的啊、哦，这个厉害数学，对，不可以哎，厉害英文的，嗯，对不对？然后厉害这个历史地理的，没有他厉害的是长相。没有，因为他是啊靠面试的。哎呀，靠面试的。你如果真的很漂亮，好好保养，好好保养，对，好好打扮，没错，对不对？对，用你的强项。脸可以靠当饭吃吗？可以，可以，真的可以。脸绝对可以当饭吃，绝对可以。对，所以我要遮起来这样。所以他才要遮起来，到现在还是遮起来，对不对？他只能靠耍嘴皮子来当饭吃而已，只能靠嘴而已。是不是？嗯，好啦 ，OK， 就终归一句是不要放弃啦，不要放弃啦，嗯、不要放弃啦，都试试看啦，对，多尝试，多尝试。从雅尼的经验，我们也知道，他其实就是多尝试而已，就有兴趣的，嗯，就去试试看，然后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很丰富，丰富多还多姿，然后不要耍废，嗯，烦哦、喔，又在打击我们，不要耍废，耍废跟休息是两个，你可以休息，但不要废。哦，就还是要有种兴趣啊，热忱这种，不要放弃，你不要去废、嗯，你可以去休息，稍微休息一下，休息，充完电记得回来，要继续。人生很漫长，还是要过下去，活到老学到老，这倒是真的。对，看看我们是那个李北的爸爸、阿公，现在还在学萨克斯风，还在学日文，是不是很感人？虽然他是为了 AV 女优才学的。也是啊，活到老学到老，对对对，没错，人生很漫长啊，不然干嘛？人生那么漫长。嗯、这才有趣啊！对啊，退休了要干嘛？退休他继续在上课，对啊，对啊，有事做，就是充实自己，才不会很无聊。你叫你每天那边追剧，你也很无聊，好不好？哦，真的哎，对，学点事情做，对对对，没错，哎，不错，可以可以可以。以上啊，哎呀，收获无穷啊，收获无穷啊，对啊，现在这一集的话，可以同学可以听。嗯嗯，然后爸爸妈妈可以放心给这个孩子听，然后学校老师也可以推荐同学们来听啊、哦哦。是，我们在讲最有说服力啦。啊、哦，对，我们就是一般人啊。是是、啊，而且我们有刚出社会跟已经出社会十几年的这样。嗯，刚出社会，我们十几年了，十几年了，十几年了，十几年了啊、哦！以上跟大家分享啦啊、哦嗯，然后最近刚好是那种开学季啦，嗯，有的同学可能念一念会觉得，比如说刚上国中还是刚上高中，哇、嗯哦，跟你的以前完全不一样，对，天翻地覆，没错，会很迷惘，差异很大，来听看看。还是你进入到大学、嗯、哇天翻地覆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日夜颠倒哇怎么这么好玩对我正想说大学蛮好玩的真的不要太爽大一不要太爽、哦、好不好不要过太爽要玩的可是通常大二会更爽大一还有点深色、啊、对还会有点紧张对大二就开始没错没错没事嘛没有大一下不要太爽对对对好、嗯、记得要回来该做的要做啦、嗯、然后当大那个大学的生活让多丰富多彩多姿多接触人啊没错没错多去参加一些活动多交朋友、哎、多交朋友男女朋友也可以、嗯、也可以是不是也可以也可以慎选啊慎选过来人经验下次是 Taco 的感情世界也是经验啊、嗯、对对对对不对哎、欸，什么是渣男渣女，总要认识一下，总要认识一下。对啊，你出社会再被骗，那更严重啊、哦！对对对，先在那边交手，哎、嗯，很好。你在大学只是被骗色、欸，哎。
对对，只是被骗色。你出社会是骗财又骗色嘞，真的哎、欸。哦，没错，有没有道理？你有大学很穷，对啊，大学很穷啊，没有财源，能够骗的只有色吧？还有什么？对，只有色了，没有色了。好、欸、以上希望大家有帮助啦。是的，是的。好啦，感谢大家啦哈啊！喜欢的话记得哈五星好评刷起来 ，Apple Podcast 五星好评啊！我们这个 YouTube 影片哈、哦，下面也可以留言啦。嗯，哦、哎呦，终于哎、欸，就可以帮大家捞大家留言。嗯啊、看有没有喜欢这种这个录影的方式啦，嘿，哎、嗯、呀，而且、啊、是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嗯，对，然、啊、后我们再过不久可能换新棚了，我觉得、哦、这有点腻，哇、哦，不行，哇、哦，我们应该像大哥一出手，学百灵大哥投资，对啊，像百灵果那样，怎样弄一个，对不对？试听是不是？我们要乘着这个。这个哈哈 baby 啊、哦、哈哈 baby 要起飞、欸、我们剪他们后面的就好了、哦、可以好吧，你们起飞之后我们就开始搞我们的棚了好吧，现在我们在六十几可以有个新气象，我说一下七十几六十几要太快了，继续努力，两个月好像不行，对，大概七十几，希望我们在七十几有个新的棚，好、嗯、可以、哦、可以像百灵国那种美美的棚，嗯、哦、然后收音不要再有回音了，因为这样大家知道我们录音了、哦、为什么有回音，因为这里太空旷了、嗯、我们太整齐干净了，对，就是要那种乱乱的，有纸啊，啊，乱七八糟的、啊、灰尘啊那种。哎，对对，这样收音才会清楚。对对对，没有，因为我哈啾哈啾，百灵果那边就回来哈啾哈啾，全部都地毯窗帘都没洗，真的。没事没事，没有没事啊，没事啊，为了收音。对对对，我们凯莉有个人的那个单口喜剧哈、嗯，你可以去买票了，对，可以去买票一下，很赞很赞很赞，很棒啊，赞很棒。然后 Ken 呢，我们。Ken 哥啊，自己这个 IG 经营的有声有色、啊，有声有色、啊、祝你走中得奖啦、嗯、祝你等的没事啦，没事没事，好了，好朋友，不代表本台立场，下礼拜见，拜拜。